诶，寇乡亲，亲像我拄仔甲大家报告吼，昨昏伫咧即个北加州吼，一个真轰动诶代志，毋是迄落骹球诶运动吼，是咱台湾人诶运动诶一个上好诶一个啊，叫做回顾着着吼，就是咱诶老朋友老坑诶吼，伫北加州足侪当中，你听拢较侪咧，甲我讲吼，迄有够精彩。所以咱今仔日遮咧保证讲吼。咱这两三点钟啦吼，啊，绝对是吼，你安尼会感觉讲足久足久，毋捌听到遐尼好个演讲，啊，足久足久毋捌听到讲遐尼会当振奋人心啦吼。即马讲开始要讲，咱遮已经老国国个人会当振奋人心吼，起码都爱演讲个人吼，伊个高度就对啦吼。所以我伫遮真简单要来开始吼，就是讲。四十年前，1974吼，其实洛杉矶迄阵我拄仔咧做中央会长，都已经咱的康英雄的主席吼，迄阵都已经来遮轰动办一摆。啊，了后上届精彩就是1982年吼，伊安尼带邮政啊、甲黄光雄、甲张德明吼，安尼伫全美国各地，特别是迄摆第一摆为中央会直接去参与世大会吼，迄阵世大会是国民党的所谓的这个做。泛乱组织啦吼，但是因安尼点开所有岛内甲海外上界密切的30年吼黄金的这个联络，才有今仔日台湾这状况吼。所以我今仔日特别提1975吼，台湾政论吼安尼轰轰动动，第一本上界有水准，佮上有影响力的台湾政论吼，就是咱康英雄伫遐做灵魂日本吼做发动的，虽然5期尔尔，但是迄个5期带动了。所有以后吼，诶，即个咱台湾下面做运动吼，包括台湾所有今仔成就，其实甲这拢有关系。所以我特别吼，拄我去祈求遮康英雄先生的时阵，我特别提祈求，互伊先哪看下咧吼。即个批内底拢是康英雄亲笔写的批哦吼，啊，我批嘛是甲钱的迄个批落来的，所以拄我有验证着，就讲真正批啊伫内底，啊嘛是伊亲笔写吼，所以。这有两条消息，1987年民进党第一摆，第一摆六成立党以外吼，以来啊，就第一摆来南加州访问吼，啊，遐个相片拢是咱即摆在党部电脑啦吼，特别咱老乡个话是迄个地吼，所以我安尼咧讲就是讲，其实咱个今仔日个即个成就吼，其实甲康个吼，实在是拢完全是有足密切个关系，到即阵。哦，我会感觉我读伊的这本，其实伊两三个月前就寄予我吼，够亲笔签名。我认真个读吼，我拄仔开头咧甲讲吼，我感觉讲，我的一个结论啦吼，伫个台湾的政坛中间吼，有时该讲话时讲话，有时该无讲话时无讲话吼。我感觉讲伊是做甲上界恰到好处，所以我用北京语甲念有两句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吼，世事洞明该学问，人情练达就是文章吼。所以伊该讲的时阵讲话，但是伊无该讲，甚至是安尼，互人糟蹋，互人侮辱，互人安尼加内面，伊该点伊就点哦。所以我感觉讲，我拄仔咧甲讲讲，我最爱唱一条美国的这民歌叫做《Old Man River》，伊内底有一句话讲：Old Man River, Old Man River。He must know something, but don't say nothing. He just keep rolling, just keep on rolling along. 老人路就是 Mississippi 吼，伊即个讲乌人可能也去做奴隶吼，因为一个感慨的歌。所以康英雄吼，有时真正就是讲，伊知影你这个变啥人，伊知影人间世事，但是伊唔是伊讲话的时阵，伊无讲话。该伊讲话就今仔日佫出一关注。哦，我感觉讲，真是过予咱伫个真困顿顿的中间吼，伊替咱做一个代志吼。OK， 啊，咱今日就要开始来伊的演讲会吼。本来主办单位啊加油甲讲要派这个主办甲协办的人起来讲话吼，但是主要有真侪人讲囥起来吼，上好节省一寡时间吼。但是咱即马就是讲爱来介绍哦，民进党的秘书长吴刚出炉。诶，咱会注意吼，诶，韦美燕吼，这是著名律师吼。来，过来，咱的台语的论坛，诶，所有论坛的请来站起来，给大家拍拍手吼。啊，会长，好来，好，
来，请咱行起来，让大家看看一下吼。好，来开始议论吼，吼。出错是大人跟八岁，哦哦，来，好，跟八岁吼，开始。啊，我来台湾日报，台湾日报。啊，无来，我从这拢行起来。OK， 啊，你大家通通有奖吼。啊，你我看咱今仔日要接落去足精彩，但是今仔日呢？有资格介绍肯定上吼，现在在咱上间吼，做骨头上大诶，无人无人开玩笑吼，就是讲咱的老朋友啦吼，他们也得上济吼，下阵是朴树啦吼，来台湾我甲鼓励一下吼，拜谢拜谢，跟你打招呼。啊，你安尼搞我亏了，很多听你咧讲话吼，即个你有听到？我聽到講伊講坑真濟，還是講，還是講坑真少，講坑，人講坑的坑的啦。我記得以前，其實講電視，伊是我其中一個啦。講啊，安尼講出來。不過吼，我今仔講代表講來介紹坑的吼。思想講我嘛袂出格啦吼。啊，不过我相信我差三四岁尔，我是算对年龄来讲，实在我哪有资格吼。啊，特别讲这个坑的吼，我实在是，伊所知影的规个主头啊，台湾民主运动的主头，包括尾吼，实际上是，你来看伊切甲看会了吼。啊，我去看看吼，内容真正真丰富。啊，不过吼，伊的头前一段。啊，尾仔迄段吼，上精彩。伊个第一段就是啥呢？就是台湾拍拼迄两拍拼精神。伊个迄落来就是讲，啥物事拍拼，即、這个拍吼，讲就国民党要掠遐有利益的人吼，讲拍就是受拍，主要是服兵。啊，拼就是拼命，啊，所以就先搏后拼吼，啊，就弄个两个讲。即是，咱咧讲就是足简单的拍拼两字，不过人若要甲伊入做吼，也是嘛足简单，凊彩计算一下。即是迄、那个，我嘛之前看到这吼、個，啊，先讲我当作拍拼来说，做无同款的计算。啊，囥个迄个开头面，迄个面吼，伊就是，开头来讲拍，啊，安尼看来，还是意思。更趣味的，伊的一个上尾啊的迄个建议吼，即块以前我毋捌看过的吼。伊讲吼，提前讲吼，来台湾了，拍倒迄个荷兰人了吼，人讲做开大王国，王国啊吼。不过吼，你甲阮的人员讲，伊是欲反清复明吼。啊，所以到尾大家搞清楚，讲到底你是欲统一还是欲统一吼？不过伊的囝内奸吼。虽然是经神经，不过叫哪？迄个时阵，把做把成立叫做当年王国，啊，都一个国啊，家己做国哦。所以实际上，这过程哦，台湾始终是一个独立国啦，跟德国是不关的啊。啊，不过你若想讲问题咧，你可能会搞错哦。好，啊，这真的对，因为我那对我那。讲这个有达到意思吼，啊，实际上我甲现这本册内面吼，因为我特先看到伊特先随头头上个这本吼，即内底些所讲的，咱虽然感觉讲咱知影坑的吼，啊，咱知影讲这个所是所讲的台湾民主运动，不过内底足侪内容，咱根本就是唔知影，而且这本册内面，你甲看会出来，你甲看会出讲，这个迄个时阵的坑的消息。四十档啦，伊安怎去失败？即四十档吼，啊，今仔好，终于我当算是一个回忆录，所以啊，今仔来各位，我相信慕名而来，啊，人来实际上是好运啦吼，多来，会当亲身看到即个对台湾民主运动者一生的奋斗的见证。啊，我。讲我有资格，我实在是无资格。啊，讲我有资格，我嘛有资格。因为安怎个，我拄好要做过伊个无下个，做过国安会的秘书长，啊，
迄个时阵我拄好是甲同你阿姨做，我是国科会副主任。啊，因为阮诶，迄个国博园内面，拢一直有侪人做咧大安全。啊，你知影，平时拢是穿诶是嘛？人即款物件，伊拢通常我即人意思咧吼，叫我负责迄个、国安会诶迄个国科会内面诶秘密诶部分。国科会是无啥物秘密，但是国科会有即款迄个。研究的工作嘛，有当时也是，啊，佫真敏感，无适当向外口去利用个部分嘛，所以有迄款有即个派人去啊，啊，我差不多一个月就来甲伊报告一下嘛，所以我换做有迄个资格，啊嘛真认真，而且大家各位做一个开场白吼，啊嘛，大家来讲即个老坑的。到底是啊，今天要来要讲一个好消息嘛？啊，这本册做大本吼，如果各位伫这本顶面吼，啊，好好啊，它内底实际上有足侪咱唔知的代志，啊，足侪教材，足侪参考资料，拢是一先所累积起来的。听讲伊了无当的时间，他就是本册完成吼。所以大家来好好来啊，特别来欢迎老康的亲身来讲伊的伊的过程。我简单讲到这为止，多谢各位。我外面开始发坑啦，但是外面发坑无一定，啥物就是换坑的啦。我来发坑，但咱这边讲讲哦，都交予咱的。首先就是叫坑的啦，你未叫坑的嘛，怪怪，都比坑的更加怪吼。啊，所以叫坑的更怪就对啦吼。来，前面讲讲吼。不错。我今日后日穿这西装来遮讲话吼，就表示我还不够拍拼，因为我的这本书是台湾拍拼，所以对今日开始。要到35年前，头一摆来遮举行全美国22个同乡联合会一个青年的参会，第一个主持人夏清奇博士哦，而且台湾人头一摆努力的是政治目标哦，大家拢历史都袂记起。但是这个事，到今仔日这几天，中国唐山的阿拉阿来台湾，伊讲将来中国的命运是台湾人民甲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我讲你咧放什么臭屁？这30几年前，阮在洛杉矶共同的声明就讲啊，对，啊，咱民进党的领导阵营到今仔日。对这句话，我听伊讲讲，也无反应。啊，然后咧，咱40年前咱来拍拼，咱的后辈，甲咱台湾的社会，咱绝对袂记咧讲，台湾的命运是爱2300万人共同决定。甲你中国人民，甲你中国阿拉有啥物关系？无关系嘛。所以呢，我三心推，甲叫去拍拼。小摆仔讲起吼，大陆的名就是安尼啦吼。我要讲话以前，我先讲个有两件代志，我着阁表示一下。第一件代志，今仔是花的地。啊，大家咧花的地吼，是大家家庭团圆。甲阿妈某小乱的、小乱的时间，啊！不过今仔日大家牺牲这个花的地吼，来遮听我讲，来遮听我操话吼，我给你万分感谢。啊，第二前几啊拄好，特别提起讲我这本书啊，的书名是叫做《台湾拍拼》，啊，这台湾拍拼我的书文啊、序文啊。伊咧讲，讲了无真详细，但是我认为你听看觅。
看我咧讲这个，用这个名做我的主名，啊，我这个书文是安尼写，我人就真正经。台湾话是我的，伊在无同款的时空内底成长演变，无受北京话束缚。恁要是北京话束缚，你讲台湾话要北京话束缚。打拼是台湾人伫常用语、上普遍的用词之一。最直接、最单纯的意涵就是努力、工作、开发事业。早期长山过台湾，渡过乌水沟，来到台湾，大家拢做罗汉卡。对，经坐出船顶、帆船顶，到风浪搏搏到，一直到踏进迄个西方的台湾土地，开始的生活就是打拼。各位，咱洛杉矶或者乡亲，恁来遮有四十年，有五十年。恁搭就洛杉矶这个土地，感情就是安尼。拍，唔是相拍，唔是行倒相拍，拼，嘛唔是拼命拼性命。拍拼这个字，是伴着台湾人四个世纪，经历无同款的政权统治，始终激励着。大家的人生，勇于面对生活，努力克服危险。可以讲，台湾四百年史，就是所有伫这个所在成长的这个土地人，共同打拼成果的总结。不过，打拼也不得无同款的政治气氛之下，比。过去说讲无同款的意思，每个都事件的真实，党外人士号召民众共同为台湾民主打拼，想袂到讲，互刻意曲解讲，拍是要使用暴力，拼是要抬到你你死我活，会变成以后先不休的。动用武力镇压的理由借口，这是典型的语言强迫。台湾打拼可以讲有回溯性，有会当受咱过去祖先的打拼，以技术台湾政治民主过程中，先人者咱的前辈者所留落来的脚印。予咱会当缅怀，最重要是台湾打拼，嘛是有展望、有展望性。提醒咱讲，台湾人所追求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目标，还阁还未完成，所以就要继续打拼。尤其最近，我离开台湾来个。北加州对旧金山今仔日来个吃，这礼拜内底，中国大陆的一挂不三不四的官员来个台北，讲要去看咱的，咱台湾的几个都市的首长，甲伊讲，讲将来哦，中国问题哦。伊所谓讲中国问题，台湾是包含在中国的。有些人来共同解决，讲由中国人民跟台湾人民共同解决，讲这是笑话啊，对。所以伫这所在，我有特别表示对亲戚兄，到八十四年前，这个、朋友啊，大家所创造一个记录啊，我要念一份。
历史记录，我大家会当了解，要表示讲，这种物件，这不是咱会当接受的，这嘛无甲免甲反对，因为咱有咱的主张。三十二年前，一九三十二年前的时阵，来到这个。这个意思，这南通小屯、洛杉矶哦，南通小屯，这威尔希尔、布鲁巴，这样一个千年的摊位，这个千年的摊位，就是今仔日陈良甲谢清泉这人共同主持，这个主力甲掀起，这个公路弯路。带进来滴，青南参会一个人二五块，三十二年前一个人二五块，数字真大嘞。头一青南来参加，第一个所在由美洲台湾同乡会二十二个的这个年，的这个会会共同发表一个声明，其中的三点。台湾的前途由台湾1800万人共同决定。迄阵也是1800万人，三十年前咱就安尼讲安尼。搁一点，迄阵也着爱开放公正甲普及，着爱全面改选中华民意、中央的民意代表。阮对迄个时间，这个历史，阮倒来到台湾。9月28日，党外人士在928中山堂会议，阮共同的主张内底就讲，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1800万人共同决定。第二，改制改良令，重组国会，开放党政报告。各位，我念这个记录，真清楚。我今仔日看到世界日报讲，侯伯村在讲讲，伊讲台湾甲中国的命都爱中国人甲台湾人做阵共同，共同来决定。我讲就是看落去啊。所以我是讲，大家今仔日在座这些人，恁来记得讲，三十二年前，咱这同乡都已经做一个决定啊。所以我在这个演讲以前呢，我先将这个重要这个。咱三十年前已经做决定了，我跟大家讲，所以大家爱坚定这主张，所以我这个声明，甲这个台湾历史内底重要决定，我先甲大家讲清楚，请大家谨记住，放在心里。对今开始，啊，佮对中国，甲这长山咧台湾这人。开始，伊个咱如何面对挑战？面对挑战，所以这是第二波台湾民主政治的关键。所以大家是不是为了勇气、解决心，不过拍拼，台湾拍拼，拍拼，名是台湾拍拼，但是我的结论就是讲。台湾不是一天一天做成的，就是讲爱继续。咱家今仔日生活，咱心肝底还阁袂安。虽然咱即摆来咧美国的生活袂歹，不过咱常常看台湾迄个局势哦，起起落落。随美国、中国的关系改变，尤其最近世界特殊。那亲像尼克森甲基辛格去甲中共建交的时候，牺牲越南、牺牲台湾、断交，要搁重建世界甲亚洲的政治的时候，伊就气氛真僵。但是在即款情况之下，咱因为咱前期的40年的打拼，咱也建立着咱4年一选的总统直选。甲国会全部改选，这是台湾人拍拼结果，就是讲，我要当家做主，我要选我的总统，
我要选我的国会议员，对。但是呢，这个问题最近这几多年来，受到中国的挑战，受到在中国来台湾这长线政权经营的扭曲，已经有淡薄仔无同款。所以我唔该讲，台湾唔是一天造成的，但政局改变起来，我今日就是要讲这个，甲大家来参详看咧着。所以第一个队，这个是整个队吧？台湾不是一天造成。第一，过去台湾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迄、那个轨迹，感觉又是安怎？第二，这个，哦，这卖了吼，多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种的政权是不是咱所要挃的选择？第三，台湾今仔日有能力还是无能力，会当做转变？敢若奥巴马选总统讲 change， 咱有能力无？第四，台湾的国家意识。咱常常咧听讲，美国人讲，伊有伊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中国人讲，伊嘛有伊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咱台湾咱家己，咱家己问看觅，恁啥物时阵有讲啊？台湾的国家利益对，咱捌讲。咱的政府领导者、领导群，或者讲，啥物是咱的国家利益，捌讲。你讲的拢是讲美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若讲概念核心利益，若冲突，敢若咱是罪人，咱是奴才，袂使讲的。所以我讲讲，咱的利益是在哪？搁一点，台湾的国家利益是啥物？算了，台湾今仔日这世界舞台上的台湾，到底啥观点？所以我要对第一个对侬讲，台湾过去的事是安怎行嘞？哦，过去安怎行嘞？所以这内底有三个对，台湾跟世界安怎接轨？搁来火车、去铁机啊，或者小车。第二，外来的政权是安怎甲咱统治？第三，经历外来政权的淬炼甲劣质，伊甲咱糟蹋。把我们抢，把我们用了去，但是我们要有春无，但人的打拼有业绩无，啊，这业绩这些东西，我们有法度人用，会当有前进的力量无，咱把咱业绩这些东西，这些资源，会当让咱的子，子子孙孙两代三代，会当继续像咱安尼经营打拼。拄啊，清晨咧讲，讲伊妈有头一摆听伊讲，咱大家都咧讲讲，台湾四百年一史，啥物咧四百年史？老实讲，拢无真体。但是我今日伫这所在咧甲大家讲，1924年荷兰人来台湾，伊北京话咧讲，敲响了台湾。迈向现代文明之中，这话哪讲？这以前台湾只是西太平洋后啊，这个大陆的化外之岛。一时之间，伊就甲当时的海上强权国荷兰接轨，成为东南亚航线上的重要转折点。荷兰人来台湾的意义是啥物？台湾社会对原本史前文明的农耕渔业社会，经由跳跃式的发展，
啊，无经过郭富明，直接就进入现代化社会。社会变化特殊的现象，由原本是原住民的封闭的经济甲社会体，透过外来进攻所带来的进步、生产技术与文化，开启了快速成长的空的这个机制。当时伊来到台湾的时候，伊甲台湾人民接触的哦，唔是咱这汉人的，咱大家住伫嘉南平原哦，迄算是西来啊原住民，唔是汉人。啊，这北部呢，是咱即摆的总统面头前的凯达格人啊，甲南洋平原的噶玛兰呢，是遐先住民哦，是因为荷兰人来。要滴鹿皮，要滴糖，要滴米，这物件本来是咧原住民来滴自给自足，凊彩野凊彩种种种摕来食就好咧。你看咧中南美洲、非洲吼，你看遐个原住民经过几百年，有诶甲出落来无改变咧。但是荷兰人为着要来台湾摕这物件，要摕去卖，所以就摕真侪好诶种来。甲这个原住民种，甚至咱有足侪鹿皮，满山台湾头甲台湾尾，全是卖花农的。啊，伊为着咧摕这鹿皮摕去卖日本，你看日本咧三不赖啊，穿伫山顶个啦，挂伫个是不是个鹿皮啊？我对台湾出去啊，对无？啊，这一款就是荷兰人就是要提这物件。突然间，才将大家真原始的生活哦改变，技术入来改变，为着要掠遐鹿啊，伊要提利益，无人通掠，无人通掠鹿啊，所以荷兰人就进口长山的汉人入来台湾发财生数的，看伊掠掠只鹿啊，我偌济钱给伊，伊才将这鹿皮、鹿肉才摕去卖。所以就是安尼，您注意看，荷兰人在台湾就进行转交贸易，台湾的腹地比荷兰原本是要建立古点的澳门甲皮湖大真多，所以呢，透过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引进啊，在台大量生产甘蔗，比提供出口贸易稳定的外汇源。米糖经济，而且提米糖经济，提予台湾人民伫咧陆地生根有效发展，透过开放的经济，经济体行向世界，成为东南亚磅山重要中转点。因为安尼，这个发展的模式，甲今仔日都无变。这就是台湾对海岛国家行向海洋国家的重要契机。那自伊阵开始，台湾就是向海洋国家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国家，这个基因就对伊阵就开始啊。但是呢，这个基因甲这个发展的方向，甲台湾的优势，叫外来政权破坏去。李成功来台湾的时阵，伊甲荷兰人赶走。我走的时阵，历史家杨文平教授，伊讲：“你把荷兰人赶走，落去接我这中国为主的台湾研究所，讲你这是反清复明。李成功是明朝的，这个军队，但是李成功来台湾了，明朝已经亡去了。”所以呢，伊是反清复明，
对无？所以你讲，伊是对吧？甚至啊，你讲，伊是开创的伊讲，伊是开创的还是恢复的？恢复是恢复，反清复明，佮倒转去明朝嘛。但是后壁你看咩？那要照你讲，这个是1977年，民国66年，由明教授咧代代咧退休的时阵，教授退休个，伊特别叫伊一个学生讲，叫康仁祥就去听。我甲一年前，我突然间讲，我要写这本书的结论，我讲，这个结论要哪写？我才去想着讲，啊，迄阵啊有这个退休个，所以这个是去代代。代代的档案是去考虑出来，所以这老先生吼，伊讲，这个是开创还是恢复？不是啊。咱要为了继续讲这个，所以田景呢，伊老爸过身了，伊在台湾创立东联王国。有名讲，迄个东联王国已经有成为一个国家的基础。李小龙讲。这个东联王国在文教上执行中国化，在经贸上则进行国际化。你知影，狄更甲狄成功两个爸囝北返国大陆两摆，上远去甲南京，上远去甲南京。所以你甲看觅，李小龙写讲，你当然台南人富城人啊，你著去孔庙，迄个孔庙是当时。当年哦，各位可秀才、可状元的所在，就是讲进入中国文化。但是咧，经贸上意味着反攻大陆，伊对菲律宾、对印尼，就是做国际贸易，赚足侪钱，唔造船，唔造钱，唔造枪炮，再当反攻大陆啊！所以历史上这样如山。伊这是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刘碧教授，伊讲在台湾甲中国分裂的过程当中，咱突然间发现讲合并的顺序进步上细，离社会混乱的时代倒变了。分裂的时阵，甲发展自我性格时，却是台湾的环境在反映。甲社会安定的时代，咱咧用三五条精神看咧，这50几年是不是安尼？大家讲什么？三国演义咧讲什么？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哦，乱讲，对不？你看看，咱咧结婚日子是甲伊咧无共国的顺哦，无发生关系，咱要结婚日子啊。啊，咱若咧开始咧紧张未安心哦，就是开始咧来啊。混乱，所以这点这是事实。所以这我说，对今日这我讲这，大家认真阁想看卖。所以杨明先生讲，历史教育文化的，伊引用德国的铁拉加黑格尔讲，这个地球是不是当成为历史的地球的一部分，必须取决于这个地缘。深受经历发展甲文化形成，台湾的避风岛变成世界岛，台湾甲整个世界体会紧密的连接，成为历史地球的一部分。不论咧经济、政治甲社会等方面，拢会使甲全世界体会紧密的连接。恁今日来到美国已经40年，你看世界比咧台湾咧。咱的胸襟宽阔较侪，咱经过这拍拼努力者，半四世纪，即马是啥呢？已经成为地球的一部分，不论是在经济、政治或者社会等各方面，都跟整个世界体系紧密的结合，有无？若袂当这紧密的结合，你今仔日若无法度来到这个所在呢？啥物事你去？有人要问你们，无啊？
我来证明，咱台湾人拢真大错。那讲了外来政权，讲了国民党是较粗干辣椒，真欢喜。啊，讲了日本了，大家都袂记的款。但是其实，第一个外来政权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对台南大巴黎事件，咱再来这有神话了，有无？你知道日本人来台湾开始的时候，大巴黎的所在啊，规阵叫出外口。叫你滚出来，滚了叫你摆出来前，用机关枪啪啪啪啪拍死，总把你葬到脚底阴起来。这就是我的证明。但是呢，医生把你消灭了，即马才开始，后天新平才把你建设交通、地基、护教、推动各项港口咯、电力咯的设备。最后呢？日本人开始在经济好起来，台湾会当给伊资源，给伊用的时，伊开始南进政策，伊要向侵略菲律宾、侵略马来西亚、新加坡、甲印尼，所以叫咱都要方便化，都要讲日本话，都要带日本事。你若当入日本籍，做国父家庭，你的薪水比本地台南低几落倍。这就是第一个外来政权对咱的结果。第二个外来政权就是国民党。二零八事件我就免讲，这咱讲到要臭大去啊！讲到大家拢差不多，想要赶紧的去，哇，算了，迄就过遐久啊。第二，退出联合国，国民党的政治统治和正当性受到挑战，受到挑战。因为啦，伊讲我是代表中国啊。我即马是要咧拍倒共产党，啊，所以呢，为着要反攻大陆，台湾人就去做兵，台湾所有资源就是要用军去反攻大陆，这是伊的正当性。不过，联合国在退时，美国人改变政策，以经济甲安全来维护取代过去对台湾外交支持，或者伊是赴台湾代表中国人。即马为着要支配联合中国，要甲制衡苏联，伊就大弄去。但是美国话会感到歹势，我台湾甲我帮忙几十年，我即马忽然间要甲放弃哦，伊感到良心未安。良心未安，结果安怎呢？好啊，我开放市场，互你台湾会当商品会当入来美国。啊，我呢？有一个台湾管理法，我来给你保护，这是美国人的可爱。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唔知咱这乡亲会当大家拢来美国吼，安心生活，坦坦的哦。听讲，这个台湾这钱有落用无？刚刚讲，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安死啊！哦，所以这是美国。但是呢，台湾在这块呢？国民党的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受到挑战的时候，咱大家真拍拼，咱就开始政治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管制的改革。所以拄拄啊，真正遐咧讲啊，迄阵啊来洛杉矶，啊加油呀，踮印度阿良，大家卖唔起来，就踮个休特，就举行一个千人的餐会。一个二十五个来参加，决定讲1800万人是决定台湾人的命运的主角，是安尼啊？今仔日咱再拢总统直选啊，咱再咧国民全部改选啊。所以呢，外来政权哦，咱是经过外来政权的手段，虽然咱才有直接谈判。永春的咱早已经扛在了，但是台湾人无下消呢，因为头上一个大头天呢，对嘛？今日这不平等的外来统治了，也阁是有真侪珍贵的物件是外来统治者所无法当摕袂行的啦。这资产就是经历痛苦、罪孽累积来，这得来无简单的成就，现在拢掌握在咱的手底。
所以咱常常咱转去台湾，搁落对台湾来遮佚佗哦。咱若无遐两千钱，行无大嘞。全球第十八经济体，几十公里的民主自由国家，台湾社会会当存活落来，热情就是这个啊。对吧？即马来比世界吼，珍珠港的价值上侪吼，咱排第十八。若要比讲当地生产的总价值，咱排第七。若要讲购买力的时候，比一箍银，咱会当买的物件，甲别人会当买的物件吼，迄、那个价值咱是排在第十九。所以，第二个问题我是讲，啊，这种的政权是咱要赢，咱要干，咱要挃的，咱敢要选这款政权？今仔日的中国共产党，今仔日的台湾的新政所表示的事实是啥？台湾人民应该必须面对课题。恁大家有在捌看到？今仔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书文，我想真侪代表今仔头一摆看的。伊安怎讲？明确的主张四大坚持：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宪法以下哦，别抓我哩哦，过来。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且永远执政的政党。哎，咱四年一算嘛，算几落摆啊嘞？哎，伊讲伊共产党永远是执政党啊，共产党都挡会掉。啊，这款你敢要治？掉来共产党咧执政，你敢挡会掉？你要选择这个吗？你要这个吗？搁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我什么什么时阵台湾都变成神圣的领土一部分啊？咱都唔知嘞吼。而且，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之情，也就相关的。所以这么呢，把咱画一条线，伊家己把咱画啦。讲哦，你昨下要甲我讲啥？这条线以前拢会使，这条线后壁会使，这么存在画这条线。啊，谁给你这管？谁给你这款管理？谁给你这款管理？啊，咱袂。两千零五年，搁制定反分裂国家法。重新台湾是伊的领导，反对甲节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甲台湾是同属的一个国家。中国的主权甲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个物件不是你的，你讲第六个啊？讲这是神圣的，我破解都慢。啊，你即马才讲，你即马还要把铁刀倒去哦？欸这是我神圣所不分割的。好啊，无我惊你等老底有钱，我来给你提，看你卖无。啊，你若要给我提到这个，我这是我不可分割的财产。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国家无用阮大陆分的势力，用对台湾对中国分的出。除了文公外，还进行军事武吓。中国共产党主政的政府。是台湾人民的选择吗？是啊，不是？那是大家下手啊？不是啦，该要缩小。哦，今天你台湾人的心境，咱开始要监督，咱要监督，咱家有这个基础，有这个管理，但是咱有真侪物件，咱袂安心。咱是咧想啥？台湾人口的比例已经是绝大多数吼。讲我是台湾人，在台湾哦，57%哦，讲我是台湾人。
经形成啊。啊，我即马，咱要来检讨，就即咱大家面对认真来检讨吼。1992年甲今仔日比起来吼，咱台湾人讲对台湾甲中国的认同的比例吼，讲我是台湾人。1992年是17.6%，今仔日2013年就是顶年，讲我是台湾人是57.5%，即点大家听有吼？100个内底有57个互我讲我是台湾人，但是咧1992年哦，100个内底才17个人尔，但是进步安尼哦，即是台湾人一路干哦。讲我是中国人，1992年，100个走25个，甲今仔日比偌济啊？100个比3.6个，较无4个。我是台湾人的中国人，伫以前46.4，即摆落到36.1，无反应，即就免讲吼。你10.5%，你2.5%。你看，我是台湾人，但是我要支持，我是台湾人，但是这数字比支持民进党较大，也比支持极度甲偏度较大。你甲注意看卖哦，1996年是你定位。到平民会上去对不对？哦，所以我是台湾人，支持我是台湾人是24.1%，但是我是民进党是12.8%，2000年是26%，但是到即阵25.8%，若搁加大英党甲建国党加起来是偌济？27.5%。但是讲我是台湾人是已经是。57.5%呢，但是支持这个台湾人的党才27.5%，啊30%来无支持台湾人的党，为啥？现在就检讨啊！你做民进党啊，我做大台党，你拢来想啊？搁是啥？我是极左，你认为这总统是4.1，再加比5.4。我是偏多，当时9.5，我即摆已经17.9，这两个加起来是13.3，但是我是台湾人是57.5，即摆23.3，偌济啊？有二四嘛？对无？我有24，啊无支持偏多甲极多啊？对不对？好，这你若要想看卖，咱就。啊，这个问题要解决，恁大家看，我想一下吼。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但是这个数目嘛是比大于支持国民党，嘛是大于主张统一。你看，1996年，我自认台湾人，我中国人是49.3，你看，来，我做比36.1。但是呢，支持国民党、支持亲民党、支持新党，拢总偌济？31.6，36.1，31.6，差5%，伊嘛无完全支持国民党啊。但是呢，那支持极统甲偏统偌济？31.5啊，差偌济？31.5差25嘛，有。所以讲，你以支持党的统的，要支持极统的，这是台湾人，搁是中国人，伊嘛是无完全支持你啊！爱是咧想啥？对无？所以咱在这咧建立的时阵哦，有当啊咱袂放心，有当啊咱咧支持的人哦，讲袂清楚，提袂出办法，所以咱大家拢下不了决心。就摆这里，所以你看看哦，在这个民意内底哦，你看看嘛，
中间移民的选民，对于这些自我认同为台湾人却不支持台湾人的政党的三层选民，这是值得我们深切检讨的。这个如果算计了啊，给你算马你来算东东啊，这里就要解决了，没解决。你若无用人来解决，袂当我这三成人满意。你我的原因比别人着较少，台北市长你若选输，你免怨叹，免受骂啦。你看呀，面对更重要的国家前景，台湾怎么面对全球第四次的全球化时，咱面对更加多哦。全球的政治的所谓个改变的时哦，嘛，咱的挑战愈来愈多哦。你一旦提出办法，大家还有点担心，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要面对？必须要讲清楚，再当下定决心。我相信咱大家安心。不但生活改善的问题，创造幸福的环境，已经建立一个面对未来的安全感，才是好。百姓真正有感的作为，也就是予身为台湾人会当安心、才放心支持民进党的关键所在。所以今仔日，咱这年轻一辈，党员长、洛杉矶的党的这个委员长坐咧遮吼，我想这对你真大挑战。啊，但是你也免惊呀，这老先的哦，你若甲讲个清楚，这老先的就支持。对不对？就爸爸无话面，你徛起有听到无？你也叫什么叫？所以就讲叫这老些的囝哦，伊心堵咯，这少年足大球就讲，光用上我来讲，你听无？你看，强大却注意平衡社会的力量。哦，咱选总统阿扁调了。所以你的这夏天天也输，小英也输嘛，啊，咱就足艰苦，是讲咱就会输哦。但是别乱谈，也别悲观。在政权轮替竞赛下底啊，两千年到两千一年的大选哦，民进党拢无得票，拢袂当得到过半赢得大选。但是台湾派甲民进党局已经对政治弱势团体成为足以抗衡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意味着台湾的政治制度、台湾人民甲台湾社会已经是逐步迈向正常甲制度化。咱想看咧，三十几年咱在咧讲的时候，咱几码事？美国咧，台湾咧，咱的政治台湾。相对你这里是从无到有呢，从有到执政呢，但是从执政又挖了来的，来，我讲你，你看，1996年，民进党在第一点名的，第一名啊，你认为这个国民党是78点高，啊，比啊算2000年39.3，较无40%。咱国民党两个候选人加20点呢，所以是阿扁也是跳掉的，啊，咱大家跳唔煞呢吼，哦，跳到后尾就是哀就嘛。但是你若免悲哀，2008年马英九调58.5，加上零41.5，2012年马英九个调。小英45.6，那你都到哪块人问？拢对真侪问题拢无要认真去深入去看卖。一个事哦，这12年来哦，大家拢台湾的政局可能拢状况啊，大家无望啊。但是你想看卖，你认为最终算总统啊，平民算的时哦，大家在21.2。但是到2008到2011哦，已经升到41.5到45.6安尼，这就表示讲，台湾人民甲台商是期待
台湾人搁较大，会当甲国民党拼，会当制衡，啥人若搞好，我就啥物支持啥。毋是讲，我著台湾人，我一定著支持民进党，毋是安尼。第二点，伊已经，即、這个社会力啊，已经是甲咱制度较大，一半对一半。所以咱也有机会，即马就国民民进党若提出办法，台湾若有志气，十几趴先。啊，即个几趴先？哦，啊，你哪里你来知影？咱徛在民主政治一定是政党对抗、政党制衡，赢的人和平转移，是安尼嘛？所以这个意义，大家认真想看卖。好啊，安下呢？问题拢清楚吼。咱该当负责，咱就爱负责啊。咱该当面对，咱来面对啊。台湾人民必须面对的课题。台湾全体人民才是本心苗的最后决定者。你会记袂？咱咧个一摆公道，你会记？人民公道甲反人公道，这个最大意义，大家是讲嘛？啊，公道无价啊，真衰啊！这无办法啦啦。但是你会记？这是向世界礼拜，展示台湾民主化的价值，并向国际强权宣示讲。因无关注于台湾的生存命运啊！甲前一两天、这礼拜，遐长山来台湾讲，中国人民甲台湾做阵来解决台湾问题，你倒会使安尼讲？问题在你遮嘛？我甲中国讲，我嘛甲你美国讲，讲恁两国，你们啊两人牙讲啊，你袂使干涉我的台湾生存权啊！台湾全体人民才是本身命运的最后决定者。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立宪公投，这是用台独立联合国，以及中华民国的名义立联合国反联公投，这是用中华民国立联合国。但是大家，这票是一个35.8，一个是35.8，是啊，无计半数，真衰，大家气到要死。但是你来记哦，这两个哦。迄个中华民国人民来讲，甲要台独人民来讲吼，拢35.7的，两个加起来70以上的。所以台湾社会要人民来讲，这个愿望已经有70以上，是名义无共款尔，啊，这大家要来调整。咱咧想讲，无啊，35.8%尔，这闽南的想。第二只。咱查，咱这个票投出来了，要甲世界宣誓。是啊。吼、哦，是要甲世界宣誓，讲要甲这个国际强权讲，强权讲，恁无权能注意台湾的生存命。台湾全体人民才是本身命运的最后决定者，对不对？有志气无？有独个努力到尾，一定要安尼行。无你要去倒？你若走有路，咱的时阵嘛走无。咱的时阵若讲啊走有路，咱的第三代、第四代都无民国啊。迄阵啊就无一个台湾了，要来叫阿爸，要来叫阿公，就无地叫啊。所以今仔日，都要问讲，啊，哪咧咱有能力通做转变无？你要当调一下，要转变一下，美国人要欠去，咱有能力无？今仔日台湾的成就，为什么台湾这么重要？台湾未来要怎布局全球？你看，台湾的成就啥？民主化，台湾人民用选票。选举咱的政权，搁会当轮替，啊，选总统会使选国会，基本全部改选。两次选掉了，两次会当政权交替，会当和平转移。主权独立，我要求国民投票，决定咱家己的前途。
总委伊拄仔咧讲，讲咱是世界第十八经济体啊，国民所得两万啊，逐个咧用钱搞这个用钱啥？咱逐个欠的无几千，有人更加多钱呢？我咧咧美国咧咩情况？啊，咧台湾即马22K，你是咩情况？啊，要饲新妇啊，要饲后生啊，要饲孙啊，就是因为咱欠，所以全世界拢用钱台湾。为什么台湾重要？台湾在正经的时代，在世界舞台上有比咧搁较大的影响力。你知影哦？台湾外汇中央银行哦，有4100亿的美金。咱投资美国的联邦银行哦，有1800的美金。可能哦，咱台湾生意人哦，伊会记较早咱就要来离开啊，就去中央银行去换币，换外汇换美金嘛。500块若无够，200块若无就走到台北市兴隆路啊，去银行去换。你会记遐话？会记。哟，啊！到即摆咧，即民间企业哦，照我个估计，3800放伫外口，政府管理袂着。伊若要投资，要去澳洲投资，要去日本投资，东南亚投资，一个电脑企业钱都付去啊。所以即3亿、4亿，1800亿，搁一个3亿，3800亿，总共是要一。条的美金，要一条美金，所以哦，我说了，世界无法度来分析的国家，咱有真侪产业是世界真侪产业发展的重心，电子业、半导体、精密工业、自行车，甲今仔日轻工业了济，这坐飞机嘛都爱去呢。即阵咱来报呢，我说，今仔日地缘政治的高度价值，你看对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甲新加坡这条海线，台湾这个门若叫拍开哦，亚洲台湾，所以这美国啊，惊讲这个互中国摕，啊，中国啊，都要伫这个门若拍开，都太平洋都甲引导啊，来互同款。所以证明民主自由的价值可以进入和平的过程，而实践执行民主制度，会使更加公平来解决社会问题，可以让咱的经济果实会使兼顾社会公义、正义、公平、正义，和全民会当共同享受。就一点，我想咱就搁落去，这一家这个批评就这问题，不是政府的问题，咱这做企业的人。都要用心，都要用心包养，不是讲我都有钱，啊你善心你包的代志。啊，再今仔日要怎样？咱过去先啊，讲不了讲英文咯、哦。啊，来美国闹闹球啊，皮包看哦，啊是安尼钱赚饱饱，都花转去安尼。不了讲英文，啊，咱到客厅哦。讲客厅就是工厂，破旧了。咱赚钱，美国啊赚20几年，咱有付钱啊无？我们在咧讲台湾的事业家，那是逐水草而居的部落上面的，迄蒙古人啊，那寒天啊，羊啊马都对山顶赶来山脚，惊伊寒死啊，啊再草食食的吼，伊就搁爬去顶头去。咱台湾先啦，美国这边钱少，吃吃的，靠边无底钱，无咱中国个呀，无咱吃吃吃吃。啊，即摆中国个死也无人通去啊，即摆要倒，因为中国个价钱嘛愈来愈悬啊，啊要倒。啊，咱台湾即摆吼，咱是真有钱嘞，全世界拢在看咱嘞。啊，咱哪会想讲讲要吃迄个免钱？啊，我唔知讲咱在哪想啊，啊咱拍无落去，我要一个真高卢球场，我拍落去爽快哦。我一定来找迄个上好的草，来，会当真是自然，饲了真水，啊，拍落真顺，啊，这都付出代价。台湾的产业的技术遐尼好啊，咱即马就爱安尼。搁一点，咱唔通看烦啊无去啊，咱定定落请一个烦啊，我都要来去。
但是你爱记哦，咱遮内底可能50%-60%的人哦，咱拢目睭色彩无较共款哦。哦，你就是安尼嘛吼，啊，真侪拢是烦啊嘞，烦啊嘞。啊，咱即马咧有钱哦，请迄个印尼的马来西亚来哦，啊，到尾来共经营，拢变成欺负啊。啊，唔通直直安尼，哪里哦，大人欺负大，人看人袂起，你有钱，看你袂起。所以我是讲哦，第一点，唔通完全要依赖中国市场。你若要靠中国去困哦，你死唔知。30几年来啊，自天安门六四事件了后，日本人，人大家甲对中国的经济控制、管制，日本人都趁迄个时钱伫赚落，赚大钱。但老外底直直赚嘛，赚大钱。但是经过20-30年来哦，中国有钱啦，台湾嘛赚到钱咧。但是到即阵要选选袂去，伊讲伊就过来四川，就要来了。大家讲哎呦，遐哩遐哩远，我要哪去？所以大家就去选伊啊。但是你也知影，中国对咱，咱有对中国有讲的，啊，咱嘛对中国有赚到钱，所以这是互相的利益，互相的利益嘛。所以，但是咱袂使完全依赖。只要你老二，我老二，大家讲好，你唔通讲我是倒一支的，迄卖讲。啊，但即个时机已经袂使啊，都爱选啊。啊，但是以后呢，咱遮资本、甲咱遮头壳、甲咱的产业、甲咱要开一个舞台，互咱的子儿、媳妇、第二代、第三代去做呢，咱都要开始市场都要向全世界市场去行。所以这是今天头一摆要甲大家讲，这就是台湾人离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会向全世界发展的一个最大战略、商业战略。VIP、CIC、CAT、MIT， 这不是咧讲什么名牌啦，吼、哦，不是要叫你去抽什么，迄个名牌啊，讲要跋筊，不是啊。VIP 是越南、印尼、甲菲律宾，西安市是中国，但是你袂使讲是干呐中国尔，中国后壁有共产党哦，贪心帮贪哦，但是共产党你着注意哦。CAT 是中国、美国甲台湾，因为咱过去，你逐个咧讲，咱过去几十年有外美国，美国嘛甲咱真保护啊，但是中国即摆起来哦，伊还无钱贪啊。但是中台湾在即个太平洋即个西方真重要，中国嘛要提，美国嘛要提啊，你要安怎？在这两个市场，你要取得平衡，大家用只头壳。最后，南巴哦 ，MIT 是缅甸、印度甲 TPP， 啊，这是啥物啊 ？VIP， 你看。台湾、越南、印尼、菲律宾，拢总偌济人口？4,200,000。台湾2,300,000，然后经营这4,600,000，吃了。你认为时代有南洋政策啊？所以即摆才有世界大商会议。咱这世界大商会就是咱台湾一流的企业家都已经5-6次啦。有迄个基础，甲咱即摆台湾哦，后泰国的外劳、印尼的外劳、菲律宾的外劳，几多种，大家拢是大汉啊咧，好啊，给你照顾，甲咱的企业家、甲咱的后代，这地方的人民，吃袂了，哦，是啊，是啊。讲死唔死吼？确实对中国咱有得到出来的利益。啊，中国咱嘛有讲的，但是这款的模式是建相互合理的基础，唔是讲我完全去，也是讲我同侬市场拢放你啊，你绝对死路一条。所以你咧摕中国的商场、市场的时阵吼，做生意的时阵，你也会记得。中国的政治意图，大家拢知影，控制经济甲支配市场的罪恶。
民族主义甲军事威胁。但是今仔日台湾是四年一选的民主国家呢，哪会使互你一个专制统治、统治，甲咱国民一迄个共产党唯一的真正党来甲咱控制，你会使袂使？所以一方面咱是爱争，中国也是个市场，但是袂使完全依赖。但是后壁你个共产主义真可怕，这点你都要放心，唔通放心，你都要真有警戒心。所以就是死啊，死啊！啊，死的地哦，袂歹，啊，这块用淡薄地，你过去食人，美国也食真多。啊，以前嘛食中国啊，啊，不过咱有好伊。所以呢，咱要抓这个两个大国，太平和东平，甲西平，这个美国甲中国这个所在这三角关系哦，咱要来处理平衡啊，要得意啦。所以我才来讲。注意中美台三角关系安定亚太和平，唔通小睇。对亚太地区欢迎和谐发展的期待。啊，即马缅甸，你看，缅甸、印度跨太平洋伙伴的协定，6亿5000万，缅甸是6000万啦，即马都在开发。台湾若要像较早20年前去中国开放，差不多同款。缅甸，所以即马真侪人去啊。印度，即马是12亿，6000万尔呢。过两年印度人要闹死哦，下面就超过中国13亿。啊，印度，你卖定来讲啊，咱是通文通种，因中国讲话通嘛。咱较早来谈美国钱，你会通 ？A B C 都念袂了。当作靠百名，即摆来靠百名，予咱的后生，予咱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后就真好过日子呢。不算 TPP， 太平洋这大范围啊，美国人要创一个 TPP， 澳大利亚啦、日本啦、纽西兰啦，像这样拢在这所在。所以这是咱台湾，咱一代的台湾人的一大战略。好啊，答案你要不要对？咱即马就解讲啊。你有中共，你有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你嘛国家的核心，我冇利益啦。咱大家来讲，啊，你有研究，咱捌讲。第一，什么是咱的核心利益？民进党应该来思考，除了权衡与美中关系外，如何思考对日本、欧美的关系？日本跟澳洲嘛袂使放弃呢，这是一个文化进步、产业发展，佮真有钱的所在，这就是咱的宝库。啊，佮咱对咱个平民民主国家，这大家都要小听谈。咱的国家利益，咱家己的国家利益，唔是要依附在某一个强权之下哩。甲中国对话时的条件，1985年7月初，阿萨的新闻传落来，伊讲你若是要甲中国谈判的时阵，你有啥物条件？第一点，对台湾、对国外买武器，中国袂使甲伊干涉。台湾遮小，咱毋是要甲中国相谈，是要保护咱。所以我若咧甲外国买，不管日本买。对不对？还是到澳洲买，你袂使甲干涉。第二点，袂使干涉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关系。我要参加 AWTO， 要参加 WTO， 要参加 EU， 要参加啥？你袂使甲干涉。第三，对台湾人的统治台湾表示最大诚意。我台湾人做家己的主人啊，我选家己做总统啊，你讲这是？无甲你共同决定命，袂使你是咧讲啥物笑话？对台湾的对外经济交流不进行政治干涉，这是咧我1985年接受阿萨的新闻访问，我提这四点，会使做台湾人的国家利益，会使。所以对这开始，人伊哪可以哪咧讲有核心利益？你讲这四点，我嘛有核心利益啦。你若咱尊重外，咱讲支持，啊，再来讲，
哦，啊，若你即内底，看你要偌济方，我要偌济方，唔走有够淡薄，对台湾走安全，敢是安尼？所以，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就是在咱应该保有2300万啊，共同决定台湾前途的权利，以后台湾会当自主甲参与国际社会权益，对无？这段若做袂到，咱就准备在那借过路就好啊。台湾呢，就甲咱无关系啊嘛。民进党应该思考安怎思考？民进党即摆咧想啥？民进党未来应该如何继续落去？在1986年，左党伊无偌久一礼拜，我有发表过思考方向。如今这个方向，嘛是继续伫民进党主动面对甲解决的重要课题。第一点。第一点，民进党甲人民的关系，也就是民进党会是不是有能力当照顾2300万人，会当向2300万人付钱？你敢讲？做会到未？你若做袂到，你就唔敢反弹啊！啊，咱绝对也无甲放弃。你若有认真做，我就要支持。第二，甲国民党、甲其他政党是要保持什么关系？是敌我的关系，还是竞争的关系？会甲今仔日还阁是你死我活呢？你若安尼倒落，我就甲你砸一甲功夫的呐！啊，这个观念要再改善，这是真大政治地位啊！咱要做主人，咱都要包容性；咱要做主人，咱都有领导力。所以今仔日你是要改继续敌我的关系？还是要做竞争的关系。对国内社会各种利益团体，你甲这企业家、甲这教育家、教育系统、教育系统、劳工系统，你要保持什么关系？你会当听当做工的人的，你会当听当会当照顾人民的社会福利。你会当照顾咱后代子孙的教育的，会当甲企业家合作的，有无？到目前为止，咱拢在检讨，咱甲企业家合作，大家信用感无够。啊，这若选举哦，起码你定定在做，提无钱啊，提无钱你就去选举。就是这样。甲国际的中央关系，美国比更加好。甲中国的关系，嘛就开始想咧。我唔是要去做你的奴才咧，我唔是要做你一国的一部分咧。这是1986年左党的时阵的第七天，我讲，甲今仔日嘛是还阁是一个。啊，咱要怎样？我若咧讲了，大家头壳自然两难断。我若咧讲的时阵。民进党这领导者是讲，哎呀，啊要怎样？是不是要大大建桥？除了美国、中国以外，如何甲日本、甲欧洲大家结合啊？吼、哦，文化、经济、吼、哦，产业，人拢真要紧。世界舞台上的台湾。咱台湾的对风度到世界度，台湾是行了民主，但是民主还阁无够，爱深化民主，实现民主宪政的原则，都要继续做。咱拄仔开始咧讲，迄个咧讲一句话嘛，讲一个地方，若是要成为历史的地球的一部分，必须经历发展甲文化的形成。20世纪的今仔日。历史的地球不再只是遐传统的强国甲大国的地球。今仔日美国单独要解决这世界嘛无法度，中国想要大起嘛，伊嘛是要挽留伊影响力，嘛还搁咧拍拼。
金砖十五国啊，巴西咯，啥物墨西哥咯，南非咯，怎个？啊，即阵嘛并无啥练啊。所以这是咱的时机嘛，敢是？透过这个经济力、社会力、甲政治力的自主力量的互动、凝聚、文化甲文明的连接，才是台湾站起来的时机。咱要站起来。咱在美国虽然有站起来，不过可能发抖咧，干那发抖尔咧。真正站起来是有尊严的，会当抬头挺胸，迄个站起来才是真正站起来的。开始，咱要做就是站起来了，要有尊严的站起来。台湾应该将这一波新兴国家崛起的浪潮下的契机，扩大为世界连接。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经贸文化的发展，经贸民主的大路。台湾台下经济人民研究所为了一本国家卫生的失败写推荐文，这本书是一个病托尼基学者甲哈佛大学芝加哥的学者写的，啊，伊这是个芝加哥的学者学生，咱台湾台下教授。伊家老师讲，你要怎么台湾翻译这本书，我会使来写序文的。伊讲好，你来写。我伫我的书内底，我也咪在话。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决定国家走向兴盛与衰败的最大原因。如果在经济上致力于保护财产权，制定不因人而异的游戏规则。鼓励资源再往新科技方向投资，并且在政治上公然分配权力，让大家讲马英九你是照着建筑造的，咱民进党是不是呢？差不多多呢，要分配啊，建立制衡，对不对？制衡制衡嘛，并鼓励多元思想，国家才能持续发展。相反，国家如被只想截取资源的少数政治精英把持，这必然走向衰败。人讲即摆暴击九十九人财产，互暴击人控制啊！啊，咱台湾会使安尼无？咱的厝边拢住伫个豪宅，啊，村里拢住伫个违章建筑啊，咱挡袂牢，啊嘛无正常，即、這个国家唔挡。所以呢，这本书的作者，伊就讲，经济永久繁荣的关键，建立是政治，是要深化民主，还是要向威权靠拢？真清楚，但人民过去几十年来，唯有先选择了这条民主之路，你未来继续深化民主，绝对是咱唯一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啊，要安怎做？要安怎做？实行民主政治的原则。第一原则，实际政治权力的使用。恁大家拢住伫美国，美国的开国的这总统啊 ，Jefferson 啊 ，John Adams 啊，因这人咧制定宪法的时候，伊是拢甲讲这政治领袖拢是歹人，因为你普通时啊，你无权的时候，伊拢。为着要接受百姓的选票，拢袂歹。但是伊管理了底层，大家拢歪过起穿。所以迄个是讲，你这政治领袖是歹人。所以我就讲，用这份节制你的政治管理。啊，多几种，第一种，机关的制衡，三权分立，行政、立法、甲司法，互你互相抵制。再有罪恶。有犯罪，咱也出来。第二种的阵营，政党的阵营，互你民进党甲国民党去相拍。所以，伊两个咧相拍，你莫讲歹看，迄是天方夜谭。美国人两百年前就设计咧等你啊。搁一点，第四款，你即摆听咧名嘴啊，台湾你即摆电视人拍片哦，逐天都咧看，我名嘴在咧讲，迄是媒体，报纸甲媒体开始嘛。这是政治的，政治观念的这个观念，
所以这个哦非常要紧。第二点，权力广泛分配给社会，因为权力是对人民来的，咱人民是主人呢。总统这个公务员还是公仆呢，是咱的奴才，咱请的呢。所以呢，总统直选，各位全民皆选，这拢是人民选的嘛，由多元民主社会所产生嘛。搁选，因为这个多元民主才会产生，所以咱就要关注各种的公民、社会团体意见甲观念啦。唔通定是讲啊，你这有钱我就多听淡薄啊，啊你这个中央研究会啥物意思我就多听，唔是安尼。各种的社会团体甲公民咱就多听薄。所以我今仔日，甲你讲甲你讲了，讲你心情真沉重，我看你听听甲点点，讲你心情真沉重，我就讲甲你话在说，我就无讲了哦。我听讲你今日搞麻烦，即个呢，啊无你讲笑啊咧，再都再讲好严重，暗时啊困袂去哦，我是讲啊，再说，多谢。